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真的。任正彪，你看你把刘玉林逼的，逼了心里边好几年的话，今天都跟你说出来了。怎么样？效果很显著啊！那孙大光，这刚才刘雨玲在那乱七八糟酸了吧唧那词儿都是你编的吧？酸的嗑都朱三亮编的，那情真意切的那都是我编的。三亮，你那稿呢？你拿出来。哎，我咋听着老刘好像少说了几句呢？那我看看。 完了完了，咋的了？刘大哥，把最重要的那句话忘说了，哪句啊？我给你念念啊。任正彪，我的好兄弟，咱六班不能缺了你。我不敢想象，真的不敢想象，如果你去了五班，我们剩下的这些兄弟还该如何训练？ 如何呼吸？如何吃饭？哎呀呀呀呀呀！三亮，我求求你，别念了，来帮哥看看，咋了嘛？牙咋了？都倒了！刘胖子啊，别跟人瞎捣乱！我告诉你啊，不能光看热闹，下面该你上。班长。 歇会儿吧，给你擦擦汗。喝口水。志彪，哎，那事儿跟你班长说了吗？还没说呢。任正彪，刘胖子，哎，咋了？吴班长，那个咱班长找你有急事儿，让你马上回去一趟。去吧。那我先过去了。 班长，那彪子也不能老让你陪武班长吃饭是吧？挺累的，这样哥替你啊。彪子，你让胖子去吧，咱们兄弟坐。来，坐。武班长，那个我们班长让我陪陪你，我帮你打饭，去。那个你歇着，啊。吃饭。哎，云天大哥，你别光顾着我，你也吃啊！我吃着呢，我吃着。彪子，你不知道，咱六班真不能缺了你啊！ 我没法想象，我真的没法想象，如果你去了5班，剩下我们这帮兄弟还如何吃饭，如何睡觉，如何呼吸。真的。啊，彪子，这是我奶奶送给我娘的护身符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 我临上队伍前，我娘说，我带着她就能够平安幸福。现在送给你，希望她也能保佑你。别，玉林大哥，彪子，来，哥给你带。哎，你说这怎么好啊？有啥不好的？不是，这吃饭，吃饭好，来。 咱俩，别洗了，别洗了，真别洗了，再洗我都没得穿了，没得穿，穿我的呗。哎，彪子，我刚给你洗的衣服，你怎么又脏了？脱下来，脱下来。咱俩，你听我说，你真的别和我客气。其实，同志们的意思我都明白，明白。那你就别走了吧。 班长，画啥呢？看看就知道了。这不是云顶峰上敌人的工事图吗？班长，仗都打完了，你画它干啥？没错，咱们的仗是打完了，而且也胜利了。可是这战争的过程实在是过于惨烈，而且咱们6班在报复方面出现了问题。 一会儿我得给大伙儿得好好研究研究，咱们在书本上看到的战术战略，和我们打过的仗也得接到一起分析分析。我觉得这样总比在纸上谈兵要有效的多。班长，我发现你变了，变得比原来考虑问题更细致了。其实每一个战士都在改变。咱们连长说的对，战争。 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但是我们在战争中得到了磨练。哎，对了，王海山现在怎么样？好多了，他现在一门心思想重建5班。啊，班长，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商量商量，行吗？行，先开个会，开会再说。 同志们，上级领导指示，解放军今后主要任务就是打攻坚，要从敌人手里把大城市一座座夺回来。这个城防工事，我们每一个战士心里必须得有个数。董主任，我怎么看你摆这个模型有点眼熟呢？好眼力，看这些暗报模型，都是咱们在战斗中遇到过的。 但是对于咱们6班来说，有着特别不同的意义。你看，看这个，这个侧方暗报我熟悉，这个就是在这次云顶峰战役中，我和班长最后炸掉了那个侧方暗堡。没错，这就是你和中二狗没有及时炸掉的这个侧方暗堡，所以才造成了战士们的惨重伤亡。当然，我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。同志们，你们要记住，在今后的战斗中，绝对不允许出现一点点小失误。这个侧方暗堡就是我们的耻辱。 班长，对于我们没有能及时炸掉这个侧方暗堡，我倒有一些想法，说说看。大家伙看啊，这边是子堡，炸掉它们比较容易；这边是母堡，炸掉也比较容易。但是对于这个侧方暗堡，大家伙看，它的四周有壕沟，有铁丝网。想炸掉这个大家伙，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，其一，就是我们炸药包的放置会受到限制。 其二，也就是我们这次战斗中所遇到的问题，威力啊，明显感觉到不够。对于第一个问题呢，我们可以改良支架；第二个问题，威力不够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据我分析啊，这个炸碉堡，它跟吃饭是一个道理。我真服死你了，牛胖子！ 你咋啥事儿都能联系到吃上去呢？别打断我思路。啊，那我听你继续吃。说到吃啊，咱得打个比方，就好比三亮同志吧。三亮同志一顿饭一碗饭就吃饱了，是吧？我呢，两碗还没咋地，那谁让咱块儿大呀？那这两碗饭还没吃饱，那得咋整呢？老牛的意思我是听懂了。 就是两碗饭咱们没吃饱，咱们吃三大碗。哎，老牛啊，你这辈子最大的梦想是不是一顿能吃上三碗饭？我这不打个比方吗？你比方啥呀？你比方半天我没听明白你说啥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班长啊，咱们遇到大个的碉堡，就用大包的炸药，争取一次就给它喂饱喽。你想，咱要是老遇上那些大碉堡，还得上去喂它第二次、第三次，那得造成多少不必要的伤亡啊！班长。 这也就是我这两天考虑的问题，咱们以后啊，千万不能用一成不变、同样威力的炸药包去炸不同的碉堡了。这就是我们在战斗中总结出来的经验。下次我们再打共军的时候，一定要提前专门制造一批加重型炸药包，一次性就把那个大家伙给喂饱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战士，在每一场战役中都有所收获，这就是实际出智慧。我在想。 我们6班应该急需研究一套，在大攻坚战中可以高效快捷炸毁敌人碉堡的爆破方法。行啊，董存瑞，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快成咱班的点子大王了。就冲这，明天的院子不用你扫了啊。木头，哎，你扫？咋又是我呀？怎么的？老孙，你还记得这个安保吗？ 嗯，这个暗堡对咱们6班来说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传承。老孙，你给他们讲讲咱们老班长的英雄事迹。哎呀，那说起来，咱们老班长罗志英，那家伙说上7天7夜说不完呐。就说他那回指导员来，都坐啊。哎呀，听说呀，你们6班在院子里搞点新玩意儿，就是这个啊。 指导员，这都是我们班长一个人的想法，大家伙一块动手做的。嗯，不错，拿这个模型做战术训练，好想法。我肯定会在连里面把这个方法推广出去。指导员，我正要找您呢，咱屋里聊吧。好，哎，你们继续谈啊。哎，这个你看啊，这是坐。嗯。 你看下次这个从云顶过来，嗯，这个在，那个在这边。长官怎么了？你不知道，我刚才一进门，我看见刘玉林拿钱贿赂指导员呢。呸呸！二狗哥，也就是你这种落后思想的人才会产生这种落后的想法。人家刘玉林是共产党员，共产党员向党组织交党费，那是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这你都不知道啊？是这样啊？哦，你帮哥哥分析分析。 你看现在6班的同志们吧，对我还不错，可是骨子里多少有点瞧不起我邹二狗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要是要求入党，要求进步，我把党费也交了，大伙是不是对我另眼相看呢？那可不一定，党员啊，那是神圣的，只要是能入党的，都是咱们队伍里好样的，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那哥哥离英雄那还差得远了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先把这个费交上，组织上是不是就能够批准我入党啊？钱，你就知道钱，跟你这种落后分子交流真困难，不搭理你了。指导员，报告指导员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加入共产党。 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？上战场，拼刺刀，杀敌人，不入党哪行啊？你以为入党就是为了上战？我还没想好呢。嗯，这件事情不能耽搁，啊，你要尽快做好决定。我知道，指导员，你不论是去5班还是留在6班，去哪里，都是在搞革命，不要有心理负担。是。小哥几个，千万别说我邹二狗是个败家子儿啊！ 不是，为了咱家二丫，为了咱家的娃，为了咱家的大肥猪，哎，我可真的没有胡乱花过1分钱，你们可以作证啊！我现在不一样，为了摆脱落后分子的恶名，为了给咱脸上也贴金，我决定一咬牙一跺脚。 两个音乐的看好。二狗，你这是，这是我交的党费啊！麻烦班长帮我转交给党组织。二狗同志，这是你的钱，你得收好，我可不能收。哎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是共产党员，所以你不用交党费。嗨，那反正我迟早也是党员，就让组织先帮我拿着。哎，二狗，你知道啥是共产党员吗？ 怕死当不了共产党员，一个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，退却在后，吃苦在前，降服在后。为了建立新中国，那随时都要上战场，随时都有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你能做到吗？你能积极入党的愿望倒是好的，可是像这种共产党员身上应该具备的素质，你现在具备吗？ 这样啊，那班长，入党的事儿我再琢磨琢磨。那我先。班长，有些话我想跟你说，你能出来一下吗？走。哎，孙志，看来你教的那些招式都不大管用啊。武班长最近心情不好，毕竟武班在云顶峰战役中受了那么大挫折。 武班长说，他希望我能留在武班，和他一起将革命进行到底。可是就在今天特别训练的时候，不知为什么，一提到六班革命精神的传承，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留在六班，我有责任留在六班。班长，我认为只有六班才是我志振彪 真正想待的地方，走。我本身挖咱班墙角还是不必的，但也不至于你带着这么多人去找。主任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没告诉你是怕你着急上火。哎，四虎子，你大人有大量啊，你别跟他计较。你说你们俩在我们家院子里打起来，那影响得多不好啊！你管谁？哎，你劝劝呐！你这，哎，班长。 武班长，知道你重建武班现在比较缺人，你不是想让刘玉玲和志振彪来你们武班吗？我把他给你们带来了，六班所有的战士全部都带来了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想让你只管挑，不管你看上谁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董存瑞绝对不会说一个不字。还有，如果你需要， 自己也愿意成为你武班的一名战士。六班全体战士都有，列队。 董存瑞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？武班长，我不是这个。王班长，你误会我们班长了。指导员，你说的话还算数吗？什么话呀？就是在新兵和解放战士中挑选人员的事儿，算数。那六班的志振彪和刘林，你还想要吗？算了。 还是重组一个全新的武班吧。赵岩放心，不用其他班一个老战士，我照样能给六连带出一个尖刀班来。好，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。海山，好好努力，我期待着你崭新的武班。是，王班长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志彪，我最难受的时候是你陪着我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。在以后的战场上奋勇杀敌，勇立战功，替老六班、替六连增光添彩。是。啊。 好啦，告诉我吧，团里有啥好事啊？给你乐成这样。我给你好好传达一下啊，咱部队改编了，现在是啥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1纵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也太好了啊！更好的还在后边呢啊！上级领导说了，为了打通咱们部队这个北上南下的通道。 同时切断蒋匪军这个华北、东北两大军事集团这个联系，就在最近，攻打隆化。行啊，你老小子终于如愿以偿了吧？好啊，咱终于要有硬仗打了啊！哎，王海山最近这个新兵训练咋样了？没模糊制诊标吧？哎呀，没有，他哪有功夫管制诊标啊？但你真别说啊，王海山那小子带兵啊，有点罗志英的感觉。 就这10几天，他新五班的战斗力是杠杠的。对，马上要打隆化了，这个训练是当务之急。嗯，咱也得抓紧啊，把志振彪那个6班副班长的任命给下了。哎，行。我最近也不知道咋了，总是犯恶心。 这咸菜疙瘩倒成了治恶心的药了，吃一片准压下去。桂枝姐，你是不是有喜了？对呀，那我是不是怀了娃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看我们村里边那些嫂子们怀孕的时候，好像都是这样的。对，那跟老牛说一声去吧。哎，桂枝姐。 要不然你先找村里的郎中问问，要是得了准信儿，你再跟牛大哥说吧。对，俺现在就去，看给你高兴的，个死你！鉴于你们6班这2场仗打得不错，尤其是你志振彪，英勇善战，并且能和身边的战士们打成一片，我和连长决定任命你为6班的副班长。振彪同志，好好干啊！ 做好董同学同志的助手，当好班里其他同志榜样，知道不？不是，连长，指导员，刘玉林同志在我们班是唯一的党员，孙道光同志军龄最长，我觉得他们俩当副班长比我更合适。任命你为副班长的命令啊，是上级经过仔细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。咋的？是不是不想干？不是。 董存瑞同志，我们下一次的连部的党支部会议要讨论你党员转正的事情，希望你能旁听列席。是。支振彪，副班长，班长，你这不是取笑我吗？这哪是取笑你啊？你可是正儿八经的6班的副班长，以后咱们班有什么事啊，你也得承担责任。班长，以后班里有什么事还是你说了算。 这也得征求您副班长的意见。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不习惯了，慢慢适应。哎，班长，那个我看你那个入党转正的事，还让刘玉林帮帮忙吧。呵，你这副班长还真不白当。走，刘玉林。哎，班长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。 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刘玉林同志，你觉得这样行不行？挺好。 真正宣誓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董存瑞同志，祝贺你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了。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有些打鼓，也不知道今天的党小组会能不能通过。没问题，要有信心。哎，班长，你看看，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。三愣同志，班长马上要到连部去开会，我先帮你看看。哎，那个班长，这是三亮同志帮我写的入党申请书，你也给看看呗。班长，班长，这是我的。行，先让咱们班的老党员刘玉林同志给你们看看，等我开完会之后，给你们好好看看啊。好，班长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我们大家伙就在这等着给你庆祝了啊！等你好消息，班长，等你好消息。 好了，关于王海山同志殴打战俘的处理意见宣读完毕。现在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候补党员董存瑞同志转为正式党员的事情。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嘛。觉得还不错。那个连长、指导员，那我先说两句吧。董存瑞呢，是我们二排的同志，在预备期的表现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看在眼里。我个人认为。 他表现还是不错的，所以呢，我同意董存瑞同志转为正式党员。指导员，董存瑞同志转正的事情不用再讨论了，他的所作所为我们都看在眼里了。我不同意二排长的意见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董存瑞同志在预备期的表现那是相当的优秀。二排长用“不错”这个词，好像有些用词不当了。哎，大家继续说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都可以说出来。哎，那我来说两句。董存瑞同志呢，为人热情，乐于助人，大公无私，一个共产党员身上应该有的素质，他一样不缺。有时候做的比咱们这些老党员还要好。我同意他转为正式党员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董存瑞转为正式党员。我承认，董存瑞是一名好战士。 但是作为一班之长带兵打仗，我觉得他还差点火候，存在着明显的不足，特别是在投诚战士、走二狗的教育问题上，存在着明显的问题。就拿这次云顶峰攻坚战来说吧，足以看明白董存瑞用人不当。五班战士第4次突击了，你猜怎么着？董存瑞居然把一个。 贪生怕死的左二狗派到敌人封锁线最密集的地方，结果造成我们五班战士全军覆没呀。另外还有，在派战士押运牛犊服的任务当中，也存在用人不当吗？结果怎么样？这不丢了我们6连的脸了吗？所以请大家对董存瑞入党的事儿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我没别的意思。 什么是共产党员？共产党员除了不怕流血牺牲之外，还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。我觉得董存瑞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差。完了，大家这是各抒己见啊，各自有各自的看法嘛。王海山同志，你有啥意见没有？ 我同意他入党。我不同意。我认为三班长的意见是中肯的。五班战友的牺牲，我负有重大责任。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，我还不够格。我希望党组织继续再考验我一段时间。 就交给党，我会虚心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批评，一定要努力做到党组织对我的要求。希望你早日能通过党组织对你的考验。是。班长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耽误了你入党的大事。他们说不说我，我真的不在乎。我就是怕连你都不理我了，那我就真得破罐子破摔了。多少哥，我没怪你。 我没带好你，这的确是班长我的责任。要记住，知错就改。从现在起，你就算是一滩烂泥，我也得把你扶上墙。真的？既然你相信我能扶上墙，那我也告诉你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在打龙化的战斗中好好表现，绝不给六班丢人。董自瑞同志，秀儿，你咋又来了？ 你们俩，啥事儿？我又不是来找你的。刘大哥。好。啊！啊！慢点。啊！你跟牛胖子说什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 哥，不是，这么好事你得一直瞒着他。来，哎呀，你干嘛呢你？我这忙着呢。这才多大，你能听见个啥呀你？哎呀，你别忙活了，来，你坐着，你坐这儿。牛，你知道这个时候俺是不愿意离开俺的，可你是咱队伍上的人，俺可不能干出什么拖你后腿的事儿来。咱队伍说话就上前线了，俺怕你上了战场，饿了再亏了力气，俺给你做了袋黄豆啊。嗯。你给俺带好了，饿了就吃两把，听见没？嗯。你记住了，在战场上呀，鸡咬多杀老蒋，你就得保护好自个儿。 你记住没？嗯。哎呀，我听会儿。那，嗯，哎，我再听会儿。哎呀，哎，我还有事儿跟你说呢。这次打龙化呀，秀带着咱钱牛庄民兵也参加，你给俺照顾着点儿。你放心，那个我不在家，你也照顾好自己啊，不许亏着咱们啊。要不我回来我……来。哎，你那脚还没好利索，千万不能使劲儿。 你别一听见命令，你跟个疯牛似的往前冲。你放心吧，我能照顾自个儿啊，照顾好咱玩儿。你慢着点，小心你的脚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泰山咋还打不下来呢？敌人占着这个制高点，咱吃亏吃太大了。负责攻打泰山的是老师团，作战经验丰富，在红军时期就是主力了。我在上抗大时候，军事教员就是老师团出来的。瞎操什么心？不行，我去趟团部。同学，跟我走。是。哎，王二。哎。 连长，你是不是去团里要任务啊？我是六班长，咱现在的任务是随时补充进入战场，你就不能利用这宝贵时间，把那几个宝贝金刚钻好好打磨打磨？是，我们时刻准备着进入战斗。连长，你要是把尖刀连给拿下来，我们6班一定做你的尖刀班。你咋疙瘩话那么多呢？哎，连长，不是我发牢骚啊，从我当兵起，你看人家老师团那净打前阵。你当兵起，老师团在长征的时候就参加战斗了，你比得着吗你？ 连长，我们等你的好消息啊！你的脸太平常，不曾想。 英雄是你那样，暗淡时，信仰装在胸膛，从此你成了不朽的仰望。你的肩膀有点不寻常。 重量，你会笑得孩子一样。